冈比亚温那大家长、县长、阿东的乡长还有处长哈，还有各种极力的支持。那今天大家谢我，我是研究荷兰的，我是拢在补谢苗啦。啊，今仔日去吼是我故意的，是一定伫斜张桥遐吼，完了叫休息一摆去啊。但是我今年搁重来吼，啊，搁加上我遮一挂学生吼，我直接来去吼。我尤其是我即摆即个三月一号吼，从大陆带回来的苗吼，我即个李耀南先生去吼，六个月吼，等了很贵吼，就遮大只啊。哦，所以讲冰冻足适合的。个人就是讲，今仔日谢谢各位记者诶朋友诶支持吼。是不是妈你都有机会哦，想要求我管定哦，来来推大闸蟹季哦，就刚刚有透露，啊明年八月有大闸蟹季，一嘴一千呢，透露一嘴五千呢，啊来改一嘴一五百就好，好呢。啊来讲，这个养殖的方面，现在伊来讲，按屏东的水质，就是做爱报管定报过也甲你讲的吼，确实你啊，伊的水啦吼，啊个伊的电，真正拢相信的，包括伊食物。会向市该干啥？出来就是讲谢苗，我强调就是谢苗，因为目前都想大家都委托代理商去代表背上来，底下拢讲行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啊大家拢全问题，啊我家己去买谢苗，我拢放手放家，嘛别教我搞到哎哎叫，我绝对不爱买，因为迄阵啊爱靠后边人爱聊，哦，就讲我常常讲啊，委托银行老师会惊落去，结果我带来给你们的财务一支的苗。大概是就是说十位数，可是一只螃蟹出去有没有百位数？啊来，一架两架大闸蟹是国军的黑呀，啊这个 B 呢，真正是讲讲运气好，过来就讲我管住大料咧，敢支持啊，敢打开时阵哦，大闸蟹免去大料，过来你像我哪出大闸蟹，我一点爱惊 ，SGS 的，这十六行的验证，哦，这个是 SGS 的认证，没有硝基氟喃，没有孔雀绿，哦。没有优点，没有硫酸桶，这是重点。啊，大陆，我去到遐去，我甲问讲，啊阿姑啊，大家是要哪去？孔雀绿，我开出了孔雀绿。哎呀，哎开讲的是死一只狗啊，等下，我都要骑下去啊，坐在扛上头骑下去啊。反正是咧讲，干那咧讲叫人家熟悉因就是安尼。啊，反正我甲情况无同，我拢是食有机的，过来就尽量去找迄条，像我交代我爱洗爱浸。哦，啊，伊的食死，爱来辛苦几半年，所以讲后边带来的财富就是伫谢苗遐。首先的，今仔日你爱清心是讲你找着老师，还是委托人，你家己爱去了解。啊，当然是用伊的流程，一前要食菜、食草，你爱安怎配。啊，即再来，比如讲，我会甲我的学生讲，伊辛苦几半年，互伊去谈哦，少讲出来讲，咱的大闸蟹是安怎饲，其实。太简单啦，无讲太困难啦，哪讲美甲的问题啦，对吧？思路引进，我修行在个人。报告县长，帮我们拿一下好吗？好嘞。哎，那阿那个，阿那来，哎暗时啊，来去唔免惊，阮拢有现货，现订货，现买。过来台北个饭店，讲讲实在，香港嘛有人咧甲我讲啦。我讲哦，我家己食都无够，我怎个提起乎你啊？就大只无？现在都无发票了呢。啊，等下吼，要来请你品尝吼。你是小钟先生。
今天你可以拿一支。